我以为我不是拍照啊。阿克又耍笨。那这张是他们跟我说要帅气一点，但是我本人真的不知道怎么耍帅。我觉得每次只要要帅，就是很尴尬。我努力的尽可能的帅，但是我的头发不配合，他还是分叉了。但我想你们应该不会很介意啦，是吧？镜头是不是啊？什么？这上面写我有很努力耍帅哦。我有很努力啊！我有很努力好看。请笑纳。你干脆写勿忘我。勿忘我就是好。不用。啊，不用是不是？留些空间给影迷有点想象，签个名吧。好。哇塞，签名感觉有练过的感觉。没有，我都写得很工整。一样要写我生日吗？你写今天好。我写今天是九月，不十月，八号，没有错。那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。好，嗨。签名有一种练过的感觉。对，没有我的签名都看得出来是谁。所以谁的签名看不出来是谁？很多人签名都看不出来，就是。所以你以后忘记我是谁，他看到名字还是知道哦，这个人叫张书豪。那有一天你们不喜欢我，想要忘掉我，都忘掉。好，我要去拍戏，快！我听到导演在呼唤我。